正觉不可量，法界虚空等深广无来底，言语道虚觉，如来善通达一切诸行道，法界诸果道，所往皆无奈。最后这两个偈颂，北方菩萨所赞叹的。这两个偈颂呢，是把前头所赞叹的都归于体，归于体啊，论归于体。前头讲的佛身，佛身不是变化的，以夫非非化，如化法中视现变有情。这个解诵呢，就解那个，说正觉不可量，说佛呀，不是用思量而能得到的，不可量，不可用我们这个心的思量来去思考。为什么说它不可量呢？是法界虚空等。佛的法界身呢，跟虚空平等，虚空形容法界身，说的甚深广大，没有来底的。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用你思量，心里的观察，用你那个想，想不到的，让大家讨论表达，言语是说不出来的，现在言语道虚绝。但是这种甚深的广大道理，为佛就是如来善通达，这都是要理体上说的，说如来的智慧跟那个真一真法界的境界相契合了，等于法界说在甚深才没有来底，等于虚空界才广大无边，都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是不可量的意思。所以说法界无奈，自行骗，说智慧骗是方的，是北方，以下讲东北方啊，十方的菩萨，而是自爽菩萨成佛的神力，普观十方而是颂言。自爽菩萨是表示智慧啊，智慧啊，另外以智慧在表一切的万行之法，有了智慧才出生无尽诸法，所以叫自爽。那每位菩萨赞叹佛的时候都是成佛时这个神力，以佛的戒体和智慧的用，说体用啊是不可思议的。以下就说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颂言，要人能信受，一切自无奈，修习菩提行，其心不可量。赞叹如来出生无尽的立生的德，假使有人，假使有的众生啊，能够信受、相信、领纳，受持领纳的含义啊，受了领纳了，佛的智慧是无奈的。那你想不想得到？想得到嘛，叫发菩提心，修行菩提心。假使你要修习菩提心的时候，那个心就能跟佛的心呐相契合，就能达到一些自无奈。那你达到自无奈了，那个心呐就有无尽无穷无尽的智慧，那就叫不可量了。不可量啊，
一切国度中普现无量身。智慧的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无穷无尽的国度，佛能现无量身。无量身，正是说明了自无奈故，才能现无量身。众生能不能现无量身？不过你坐那儿给他冥想，本来没有事儿，啊，想鬼，心里有鬼，这一想鬼呀，鬼就来找你来了。有好多人说鬼迷上我了，他心里有鬼。在佛现无量身呐，可是利益众生，在众生的妄想，他也现无量身。你打一个妄想就现一个境界相，打一个妄想就现一个境界相。本来你是在普陀寺，在这儿学习的，哎，心一打妄想，打到哈尔滨去了，回家了，好，那就加了那境界相就现了，那就现一个身。这是妄想身，佛是智慧身，啊，这总因为佛的神通大，咱每个神通也不小。这个神通是什么呢？是妄的，虚妄的，是造业的，不是清净神。那么也有时候帮助人呢，想象帮助每一个道友或者帮助每个眷属，这一作业，他就现在你的钱，你也现在他的钱，是不是？你的心呢，现的，也是无量神。佛的无量神是无边的妙用。是自在的，是自无奈，是解脱的。佛的心是智慧心，不可量。咱们众生那个迷妄的心呢，也不可量啊，你控制不了的。佛是能控制的，佛的智慧身，佛能做得主的。咱们的妄想心，咱做不了主。独眼帮你这妄想心消失了，跟佛的一切字相合了，就是你的本有，你本有的智慧，跟佛修等正修正的，修正的智慧跟咱本具那个不一样的了。因为本具那个它不起妙用，因为没打到修正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咱这个桌子是木头的，那木头就是树里头啊，有这个桌子，你才能做得出来啊，这叫树的桌子。但是你没加修，树就是树，桌子还不是桌子。佛的心呢，它能产生些妙用了，它体跟用是一个。咱们现在的体跟肉不是一个，据说的本相、佛相，它不能起佛性的妙用，起的都什么呢？妄想啊、杂念呐、啊，反而咱们的身口业，就是贪嗔痴。佛的身口业是戒定慧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。身口业的作业的身口业变成诸佛的无奈智慧，一切自无奈。这无罪自这个一切自无奈是说你修习菩提行，修习菩提行正得的。就是你要修习觉悟了，觉悟了，发了心了，发菩提心了，远离世间。看你的众生啊，在世间受苦，发起身心大悲心来了，但是得有智慧啊。这个讲一切自无奈啊。现在就我们做一个信，都很不容易。相信吗？啊，有了信了，
这也能够发心，发了心了就能修菩提性，修了菩提性了，你那个心不可量了，就是一切自无奈了。每个偈颂都有这个含义了。要这样讲起来，那三年十年也讲不完，有好多没这样讲，但偶尔的必须提提大家要注意了，要你这样的关照，这就叫修行。在教义上的名词给定个什么呢？说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，要说这观照般若是用你那个般若波罗蜜，是智慧般若来的。对，观照般若是根据智慧般若，智慧般若就达到实相般若，以实相般若字，这个心才不可量啊。是指这样说的，但是要翻过几个反复。一切国度中普现无量身，因为证得无碍智，修得菩提心了，心不可量，所以在依报当中现正报。因为正报是福德具足的，那你所得的依报也不同，也不同。怎么样不同法呢？咱们看见五台山在这个的状荒沙呀、野岭啊、山石啊，五台山水不多，大河流没有，咱们看见是这样的景象。文殊菩萨住这个地方，他的依报可不是咱们看见的这个景象，他是金山世界，无量庄严。对，你看诸佛国度的境界，五台山也是这个境界，为什么咱见不到啊？因为咱们的正报是业报，文殊菩萨是般若智慧身，他是智慧境界，他建的这个地方就不同，一切国度都是这样子的。咱是眼，那大菩萨的修成的就是净，成就一切智了，他在一切依报当中，他现的身也不同，身不同，正报不同，依报也不同。而且他是智慧身，咱们是业报身，他那也是报，他那报身也是报，他是德福德智慧的报。咱们呢也有福德，并不是完全是业报，还有善业的报，不然你不能现四尊弟子相，你能现四尊弟子相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耶，你也是有报有福德，但是跟佛菩萨的福德不能相比了。这是现象。本子是什么样子呢？本子的果度身心一切世界都不是真实的，是幻化的。要是真实的是什么样子呢？身不在处，已不住于法，这才是真实的呢。说这个偈颂就说一切国度中普现无量身呢，而身不在处，已不住于法，就是即是定，定过而不住，不住的含义就是你现在所处所不起执着。还有一个不住呢，不住法体，全体是用，用于利益众生。
一入来神力似现身，不可思议劫算术莫能尽。三世诸众生悉可知其数，如来所示现其数不可得。这两个计算，一个是明没有尽，什么无尽呢？能现无尽身，佛身无尽，众生有好多，要能知众生数，佛就现好多。所以说，一入入来神力所示现的身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经过劫是劫波，是时间最长了，经过很长的时间你去思议求其数字，不可得佛所示现的身，它是妙用的，妙用的，是吧？说继而成照的意思，所示现的身就照众生利益众生的，你想求他个数字不可得。是吧？过去未来现在的众生没可能知道他的数字，三世诸众生悉可知其数，如来所示现其数不可得，佛所现的无尽深云你是不可得的，不能以数字来计算。毁十四一二乃至无量身，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所居住的国道，佛现的是释迦牟尼，这是一身，咱所见到的。但是佛是实现无量身，在地藏经佛跟地藏王菩萨说，说我并非以佛身在这个世界度众生，我现的是声闻身、缘觉身，有什么身都实现，是无量的身。那咱们所知道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佛身，那是佛自己跟地藏菩萨亲自说，那别的经论呢也这样说，我要示现一身，示现无量身。那咱们众生呢，佛示现的释迦牟尼，我们就知道一个释迦牟尼身，其他的身呢就不是佛的名号了，那我们就不晓得了，不晓得。所以说佛的境界能够在十方一切刹土示现种种身，种种身其实就是一身，那叫什么身呢？随缘起，缘起起量，有缘者就见，无缘者就不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下一个偈颂啊，举个比喻，譬喻净满月普现一切水，影像随物量，本月未成二。说天上的月亮，天气很晴朗的，每个河呀，每个水源呐、水池啊，都能见着月亮。那月亮只是一个呀，本月未成二啊。这千江有水千江月呀，一千江有水就有千江个月亮，而月亮只一个，未成有两个。说佛也入世，佛利益众生就像月亮似的，他现千百亿化身，其实就是他本身一身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个化名，那他实际的名字呢叫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是他化身，他的报身叫卢舍诺，化身叫释迦牟尼。那在这个世界上叫释迦牟尼，那毗卢遮那在别的世界上化的身呢，又不叫毗卢释迦牟尼了。对，
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。长得人善也如是啊，也如是啊。每个道友们没出家前他都有在家叫俗名啊，他出了家了那个名字没有了，他现在叫个生名，这个名字是假的，随便可以改换的，可以安立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假的，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假的。那今生现的人身，他生呢不是人身了，那随你业报转了。是吧，六道沦陷的都入世，但是佛不是这样，佛就是一个利益众生随众生心而现的。有缘的就现了，像月亮哪有水哪现月亮，哪有缘哪现佛，无缘的不现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无奈的智慧成就的佛国，是吧？入世无奈字成就等正觉，普现一切刹，佛体已无二啊！佛的这个所示现的度众生的体是无二的，体无二，化现无穷无尽，是在一切刹。咱们只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，咱们现在居住南瞻部洲，在南瞻部洲现的。其实实在无量世界的时候，释迦牟尼都在现身呢，都在度众生呢。咱们所见到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这个80岁了，实现圆寂了，是咱们见的，咱们见的。天人见的就不是，说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，还在印度093讲法华经呢，这是张天仁说的，张天仁跟道玄律师说的，他给道玄送饭呢，说道玄律师受天人供养啊，这张天仁给他送饭，他就问释迦牟尼佛圆寂现在又到哪儿去化度众生去了？天人说你问的哪个释迦牟尼佛啊，那他就说明了释迦牟尼佛还多呀。他说我只问的那个，道玄律师说我问的是印度那个四现成者，他说释迦牟尼佛没入灭，我给你送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得093讲法华经呢。从这个故事，这故事就显现，佛的体呀，随缘而示现。佛经常在我们众中现，哪位是释迦牟尼佛，咱也不知道。因为你没有这个智慧，你有智慧就知道了。佛体是一个，能在一切四佛刹之中示现，不一定实现佛身。佛不是跟我们说弥陀经吗？也许是释迦牟尼佛就在阿弥陀佛那国度帮着他度众生呢，佛佛都入世，阿弥陀佛也到我们这个国度实现度众生呢。大家知道天台山的风干比丘，在唐朝的时候大家到那个天台山果清寺的三圣殿，风干就是实现阿弥陀佛，寒山拾得就是文殊普贤，叫三圣殿。你知道他是吗？他现了一个老比丘像，还是苦恼的，一天疯疯癫癫的。这三个人四现的都是疯疯癫癫的，跟一般的出家人不一样。这就是四现的，这是随所应化四现无量身。文殊菩萨、利菩萨也是四现呢，四现无量身呢，不一定都四现人呢。文殊菩萨、利菩萨四现一个猪，变化猪，他就渡猪去了。
猪的名字叫白河。那个老和尚朝五代三的时候，这一个另一个老者，一个老者不是出家人，说你给我带封信去，到某某县某某村，你帮我送给他，说给谁啊？叫百合。那这个老修行到了那个村找百合，没有这么一个人，找不到。吴兴宗他这儿走的时候，看见那个喂猪的人喊那个猪百合百合百合，他那就过了一个猪，哎，老兄啊，百合就是他呀啊！我说这老兄也有点道行了，没点道行不会的了。这猪就跟那他这老和尚跟那猪跟那猪说说百合呀，我带了一封信，把那信递给那猪了。你说是个猪，怎能看信呢？那猪一看那信，两个前脚往上一仰，就死了。就是讲这个什么，完了就说这个是谁呢？文殊大士示现。所以说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对任何的有情见，不起轻慢心。如果你是菩萨心，你看这些都是菩萨；如果你是佛心，看见众生都是佛，因为你很烦恼，我也很烦恼。我们看见众生就是众生，人就是人，所见的不同。嗯，这样知道非心所行处。嗯，对，不是心所行的地方，非心所行处。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能够得到观心无碍。你常时入世观，常时入世观就能得到这种的利益，得到这种利益。在一切国度中能现无量的身缘，身不在处，已不住于法。你所信的德，所信的德，德就是得道于心。说一切诸佛呀，都能以他的神力示现一切身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假使说三世的众生你都能知道他的数字，那佛所示现的数字呢，你得不到的，你不可能。有时候佛是一身十二身乃至无量身。这个形容着就像月亮一样的月亮一样的能现一些水，而月字是一个，佛也入世，说佛是一身不可以，说是二身不可以，说多身也不可以，就是不可言说，用众生的思量境去度，不可度，度量的度啊。对，就是说佛的体啊，相信佛的体是智慧身。咱们自身就是你的知识有好多，就能现好多身，这样一个含义。说在一切刹现了无量身，佛体就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那说佛是一体，不是一体，现无量身还是一体吗？那说无量身也不可以，无量即是一，要体说是一，要用说是无量，随他所有缘应当化度的，就是示现了无量身。说现在释迦牟尼入灭了，那过去了，佛身非过去。那未来释迦牟尼还要度众生啊，
佛身非未来，一念现出生，成道即涅槃。这一念间又是经过成道啊，住涅槃呢、啊，有时候时间很长，无量一劫，有时候很短，释迦牟尼佛就80年，还短到什么程度？一念，一念四现无量劫，无量劫四现成一念，有佛的降生度众生，只是一天。早进降生了度众生，晚上入涅槃了，就是一篇。有的无量劫，一样。佛只说是阿弥陀佛成佛已经10劫了，没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说现在呀、阿弥陀佛已经成了10劫了，成佛成了10劫了，还在极乐寺度众生。那什么时候入涅槃呢？佛没有说，没有说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入涅槃。你说他寿命无量，就无量寿；光无量，就无量光。那他要入涅槃呢？他要不要？他不入涅槃，观世音菩萨要接他的佛位啊。那他当然他要入涅槃，观世音菩萨成道主持极乐世界。什么时候入涅槃？没有，这是厌除。厌呢，就是厌续无量劫，无量劫，无量劫。除呢，一念间。这都是入环所作色呀，无生亦无起呀。你把这些法看成入幻化的，三相是无常的，根本就无生，无生也没有灭。佛山一入世啊，四现无有生。无生，无生故无不生。下面无生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不是的。正因为它无生，是无处不现身，无处不生。有生呢，有一就不能有二，有三就不能有四。佛不是这样的，无量，一念现出生。咱们有时候打妄想。也是一念，对，咱把这妄想，佛的神力不思议，那众生也不思议的，众生妄想心不思议，你自己都感觉你自己不思议。我们把每个人，把你所打的妄想写一篇文章，咱们这500人就500个不思议，1000个就1000个不思议，也是不思议。但是要以佛的智慧，他都是。可知道的了，众生心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一念现出生，成道即涅槃。所有一切的入世入幻所作色相，所有的幻化作用，根本就没有。无生亦无起，无生亦无起，无生无起，也无不生，无生无不生。说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啊！诸法一自明，那从什么生呢？缘起，缘有在现，缘尽在灭，就没有了。这就叫智慧身，一切都是智慧，就是智爽菩萨嘛，智爽菩萨所赞的偈颂，而智慧。而是宝爽菩萨成佛的神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佛身无有量，能似有量身，随其所应度，导思入世现。佛身无处所，充满一切处，入空无边际，入世难思议。咱们经常的佛教，我们佛教徒讲啊，平等平等，这就讲平等的含义。佛的身无有量，究竟说一身不可以，说多身也不可以，不可以量数字来指导佛的身。但是啊。
佛示现的是有量的身，哪有缘哪就现，随其所应度，他应当见到佛，他有这个缘了，导师入世现，佛就在那给他现了，现身了。佛是无处所，住在什么地方？没有住所，虽然是没有住所，但是一切处都有佛，因为无处故，才无处都能见，要有处，有一处就不能多处了啊！因为无处所，所以充满一些处。虚空没有边际吧？找虚空的边儿，找虚空的界限，你画也不出来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佛身已入世，佛身就是这样的。非心所行处，心不与宗起。这个心呢，可不是真心，是妄心。真心所行处呢，就是佛身无有量那个意思。非心所行处，心不与宗起。心，这个心是难思议的。假使身要有个处所，那生灭心，咱们这个生灭心就是所行的一切境界相。因为非心境，佛自不起心，佛从来不起心，就是不打妄想，所以不起。为什么？佛体无生灭，不是有起有个灭。佛在一切境界中没有生灭相的。眼睛有病了，一眼看空中有花，空中哪有花吗？空中没有花呢，是吧？这个境界，这个心，知道《楞严经》讲的很多了，叫其处真心嘛，非内非外，也非中间，都不可得。那么世间所见的佛，所见的佛，就是你的眼、你的心、你的缘成熟了，你所见的佛像，有的见着是佛像，有的见着真佛，有的见着佛是丈六金身，有的见着佛就是印度人一个老比丘而已，有的见着佛是千丈身。为什么？随众生心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要他所有的境界，要处所，要他的身心，不是生灭的，不是生灭的。佛自己不起心，是随众生缘，因为他体无生灭。说这样的。怎么知道如来出现于世间呢？说你不要在佛方面看，在众生方面看。佛所现的不是实的，就是众生的缘。说如来出现世间，是对机而言的，有众生机，机没有了。但是机没有见佛的缘，可有闻法的缘。像我们就是说末法，末法法没有末，也没有正，也没有相，是因为众生的业，不是佛经有个正有个相有个末，是众生的心，佛没有正相末的，所以众生而立的。佛非心经，不是众生的心，佛自己不起心动念的。为什么不起心呢？法体无生灭，他不起生灭念的。要是这样子，为什么要现见着有佛呢？可以见呢，病眼所示现，是吧？有病的眼睛看见一些散，散没有的。那么众生的善根成熟了，如来现世间。见你从机上见，不是从佛的应机上见。这就叫感，
众生有感了就是缘，有感了佛就应，这叫佛出世间，实实在在的佛没有出世间。有一部经叫《诸法无形经》，《诸法无形经》说如来不识事，已不度众生。说佛根本佛就没有降世间来度众生，那是为什么有佛有世间有说法？众生强分别，作佛度众生。佛界没有出生，也没有末，就没有生，也没有涅槃。这个所以说，众生心见着有，就像得了宝一样的说，三宝是要众生说的，因为这个是宝藏菩萨嘛，稀有、尊贵、不可得。能得到的是你有福德，福德，所以不可以果度，昼夜而见佛，岁月一刹那，当诸悉如是。佛不属于世间的时间数字，不可以这个来计算的。宝藏菩萨他对佛这个宝藏菩萨他对佛所认识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认为诸佛的境界毕竟没有生灭，都是有病的眼睛所见的，因为有烦恼没智慧，有智慧见着就不同了。佛的心不是内亦非外，说世间能见着诸佛呢也是这个道理，有缘再见，无缘再不见，有感就有应。那佛出世间遥遇众生，是众生见有出入，不是佛出行事。是吧，一切果度啊，一切不可以在果度当中昼夜而见佛，不论黑天白天见不到佛的，岁月一刹那，当诸一入世，或者一月一年，或者一念。那么另外佛成道日、降生日、涅槃日，而众生入世说的，某日佛成道了，如来得了菩提了，菩提说得菩提了，实不虚日，不是这个样，这不是真实的。如来离分别啊，非是超住处，如来不是用分别心所能够理解得到的。三世诸导师出现皆如是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出现世间利益众生，像什么事呢？入日净日轮不与昏夜合，太阳不跟那清净的太阳不跟你白天横见，不跟白天合，那也不跟黑间合，是吧？不与昏夜合，说佛出世间不与众生合，就是而说母日夜诸佛法入世，一切诸法都入世。对，怎么样入世法呢？不与日月合，那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皆不与如来合，而说三世佛导师法入世，这才显佛的真实法。这个道理大家听着很糊涂啊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讲华严境界的法身佛，一切归于法身。把一切的妄行执着都把它做幻境消失掉。说菩提，菩提是有法呀是无法？就光说菩提，菩提者觉也，这个觉呀是有法呀是无法？像咱们来说，这觉不是无法，觉也不是有法，非有非无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智慧，智慧，咱们说咱们个智，这个字是个什么样子？就是每个人的知识是什么样子？那用言语表达出来，用行为表达出来，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知。他讲太阳来比喻，太阳永远是那样子的，它那个氢气，太阳那个球啊，星球啊，它本身就是光明的。佛本身也如是，是吧？一切无分别字，这无分别字也不管你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，它不随你世界的迁移，这字永远如是。你说它是有无，是无为，是无为啊？是有为啊？是无为啊？说这个铁。佛的那个本体，法身的本体，以及众生的本体也入世，诸法都入世，不是拿时间、拿计算、拿数字来把它分别出来的，这是分别出、分别不出来的。这个体说有随缘意，说无从体意，无体不说相，不说状，自体。不是言说，不是形容，不是比喻所能显现出来的。它体常如是空，就是法身。但是相变了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乃至六道轮回、天人阿修罗、地鬼说十法界，都是一个体。那你说哪个体对呀？哪个体不是的？都不是的。咱说菩提，菩提是有法，是无法。菩提就犯觉悟的觉，佛正德的觉悟的，这个是有啊，是无啊，都不可以说，都不可以说。因此呢，这个题不是三四，那。是三四诸道是出现皆如是，都是这个样子，不属于三四。但是他随三四的缘，也不耐三四。说过去现在为了，都不妨耐，不妨耐，那是随缘意，随缘意。说有机，有见的机，佛就现；没有见的机，佛就不现。什么叫见的机呢？咱们认为要见了释迦牟尼佛的肉身才是真的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佛所说的法，额尔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觉，属于过去，属于现在，属于未来，它不属于三俗的。它属于生灭吗？它不属于生灭的。法身不如生命的，要这样的来一理解，才能够理解佛的道理。你对这个文字相这样说那样说，那你就在文字相上去摸索执着，不能见佛身。佛身非是物，佛的身体不是物质的，要拿物质去追求那就错了。但是四现的人间有是物质的，但是这是妄的，随缘的，缘尽了没有了，那另一个因缘生，那他又生了，又随那个缘了，但是不是真实的。这个道理你可以这样拿解，说木头，木吧，森林的木头，木头是桌子吗？但是这个桌子是木头合成的，它的体是木性，但是它桌子是桌子，它不是木头，不是树啊。
你这样的来想象，就想象力体，啊。而是精进闯菩萨，成佛神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。一切入道次，身同意一言，普与十方刹，随现种种现，随应种种现。精进闯菩萨，成佛的神力，也对着十方说赞叹佛的偈子，嗯，一个真，一个应，观如来的真身就是法身，观如来净身就是报身，乃至观释迦牟尼就是化身，这是佛的真应化，就是法报化三身。那么他是成佛的神力来观十方而说的颂言，说什么呢？也热的导师讲的是平等，所以一切众生佛力众生，不问他是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，没有等级，也不管他是蚂蚁、虫子、老虎，平等平等的。一说到众生，不是瓜子，是人类啊，就是有情界呀，嗯，要说三世间有情，一切境界相，说山河大地、房龙物，这叫七世间。凡是有情动物，哦，这叫有情世间。说到佛菩萨叫正觉世间，这叫那三世间说，嗯，是吧？观一切三世间就是一体的，是吧？一切入道次，身同一言，说过去现在一切诸佛，凡是导师的，他的身所含的意都是一样的，嗯。普与十方刹，随境种种现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佛就现何身；因什么缘缘成熟了，佛就示现种种因缘。这叫应，应什么呢？应感，经常咱们大家念诵的时候啊，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，这道场本来没有释迦牟尼佛，也没有观世音菩萨，没有文殊普贤菩萨，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在这儿求，对，一些众生在这求，求就叫感，感菩萨就来了，佛也来了，应。说我没见到，你没见到，那佛就是明应，明是难里头，难难的应了，你还没见到，但是你可感受到，怎么感受到呢？身心欢喜，对，哎，有的道友，他途经发现或者念经干的发现痛哭流涕啊，那都叫应了，那佛菩萨加持力来了，或者赶上身上你念经的时候发冷发热发烧出现异象，异象就是不是平常正常的现象，这也叫应，叫应。这种应啊种种的不同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一定有应，说一切入道师身跟他道理，身是视线的身，义理，义理是体，不是视线的身啊，那个义就代表的佛的法身，身就代表佛的化身啊，能够在十方刹随业种种现。因为你有感了，应佛就应现，那你随着该应现什么身，该怎么样示现，佛自然自知了，佛就示现什么身。嗯，我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前头都讲了很多了，对，对，《华严经》净是重复的，
从来。咱在住位头这个道理也讲了，现在在回向位里头还是如实讲，不如深一点，语言变化，文字上变化，总体从你一发菩提心，实心满心，都是一样的了，体入实，相不同，语言文字不同。比如说我们佛四现救度一切有情，说一切有情着了非灾横祸了，求佛救济，在求佛念佛的时候这叫感，当你灾难消失了，佛也并没现身帮助你消失什么，就是你那个情况啊变化了，这就说明了佛已经应了，应了。但是这里头佛的体是法身，法身的体都平等的，那一直度众生是报身，是化身，一是报身，一切有情具是化身，它是三身不同。但是你的感，你感，而感到佛如何现身，佛就如何现身。那大菩萨感的都是接感的是法身，他这从心里就明白了，佛一放光，他感受到了，十方诸佛都在放光，咱们感受到了吗？咱们感受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一者是缘，缘是根据你的业习，你的业习啊给你做障碍。佛的作业，利益众生作业没有差别，差别在机，在众生，不是在诸佛，诸佛啊，一切诸佛的身就是一个法身，经常大乘经典。一身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立时立事物外，一切皆一言，一切都相同的，佛佛都相同的，都是如是。因为感的不同，应的也不同，每个佛他发心的因不同果同。咱们现在每位道友发心，因不同，因不同，但是你现在同在普陀寺，同一个大锅吃饭，同修同住，这是同的。这个同中又有不同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，它会起变化的。今天是铜的，明天就是铁的了。人变成铁的了，啊，你离开了，你离开了就不同了，你进来，进来又同了。就像我跟你们大家也是同的，这叫缘。以前的缘随来随去，现在在这儿不动了。谁叫他不动的？好像是我心里想，我要在这儿住，能是这样子吗？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，每个人都做不了自己的主。随愿，随你的愿，这不同。诸佛不是这样子，诸佛救济众生时候。有情界的一些灾难，有时候能救济，有时候不能救济。谁不能救济呢？缘不聚，缘不聚。佛门广大，难度无缘之人，没有缘没办法度。对，
是吧？这个救济有情灾难，救济是什么？是业。他救济灾难为业，佛菩萨救济众生的灾难，这就是业。众生是业感的业，业报的业，菩萨是业用，以他的智慧里来救众生。还有救济乐趣，乐道众生，三乐道，把那个众生在不善处，把他拔济救济出来，让他生到善处，像地藏菩萨常在地狱里度众生，地狱是不善处，那苦难是不断的，没有一时间离开苦难的，不像人间呢，人间有苦有乐呀，对，一会儿苦了，一会儿又乐了，在地狱可没有，没有乐的时候，都是苦的。他在地狱救济乐趣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佛的。佛的大用业用，还救济非方便。什么叫非方便呢？非方便要想求解脱行，求解脱行，佛把那个外道众生，外道众生把他令入佛道，令那些外道舍那些个非方便法，让他得解脱，而是令入佛道。佛救济，总之吧，佛救济众生的那个业用是无量的，是固定的吗？是有这个形式吗？没有，随众生的业，临时的变化，众生的业随时变化。咱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这个业，从你出生到你现在学佛，哪管你20、30、40、50，哪儿到我现在90，还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身是同，业不同。每一个时期的业跟每一个时期所受的果报不同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佛利落一些众生的时候，随他的业，随他的愿力，随他的智慧，就是随他的感。有时候是用法身理智感法身，有时候用我们的业报身理智感佛的报身。我们这是业报身，佛是功德身，把我们这个业报身又想转变到功德身。这就是感和应，这都是讲感和应的关系。佛本身没有，这叫随缘意，性体永远寂言的随众生缘的业用。汝观摩尼尊所作甚奇特呀，充满于法界，一切悉无余，佛身不在内，以佛不在外，神力故显现，导思法如是，随着众生来，先是所积业，如是种种善，事先各不同。诸佛身如是，无量不可数，唯属大觉尊，无有能思议。这有四个偈颂，这四个字就简，说你观察一下嘛。观察用你智慧，用你观察，观什么呢？观佛释迦牟尼尊，牟尼尊。为什么不说全名字？释迦牟尼，寡入个牟尼，要牟尼是寂寞，寂寞是定，就是佛在定中，五观牟尼佛在定中，就是佛在入定。所作甚奇特，他的定中能充满到世界，哪地方都有佛，这叫遍意，普遍意。
唯有在定中，他所有的智慧妙用，定慧均等，他那慧呀、啊，遍满殊胜，无处不在。你说在内不可以，智慧在什么内呀、啊？说在外也不可以，那智慧身非内非外。所以神力啊，就是智慧，神力。咱经常说神了，说那人神了，就是他心不可知。咱们经常讲神通，我跟大家讲好多次了，神者就是自然的心，就是本性那个自然的心，通者就是智慧，没有障碍的。智慧有什么障碍？因此才说佛的身不是肉体，也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是神通力显现的。导师就是佛，法入世，这个法呀，就是自然入世，法而入世。经常佛教说法而入世，就是神，神神之言入世。神到什么程度呢？随众生类，众生有好多类吧，那无穷无尽的众生，好多类。这个类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有畜生，也有飞禽，也有走兽，也有海里的，也有地狱的，也有恶鬼道的，好多多了，众生类数不尽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类啊？先世所积，他因招感的，他先世作业那个因记到一起了，招感他这一类的身。像我们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四众弟子的身，也是你招感的。这个招感可是善业啊，不是恶业，恶业招感不来的。说众生的所有集的业呀、啊，入世的现的种种身，各个不同。众生入世啊，佛也是众生，佛身已入世。但是佛的身，咱们这个众生是众法众业，佛的身也是众生，是众功德业，无量功德成就的，无量不可数。佛的功德、佛的智慧、佛的德相，没办法得知的，凡夫怎么能知道呢？人家这佛经上是教导说的，你知道。那个知道不是真知啊，那随着文字啊而知的，所以无有能思议，要想都能真切的了解办不到，就说你不能了解。如意哪三思，心也莫能取，佛难思一耳啊，非心若所现。说我们自己想观察自己，自己观察自己，是自己不认识自己。你所造的业，你不知道，过去的所有积的业，你的心呢？你不让他想，他要想的。你不知道你的未来，你心所做的业，不要取着，放开了放下，乃至于佛呀，更难思了。对，难死了，不是心业所限的，不是心业所限的，心业又如何能取呢？佛难思一耳，佛所住的果度、刹度不可思议，都是净庄严的，佛难思一耳，妙相无不现，但是所现微妙的相好，你是见得到的，所现的相。是说得所随众生的缘，你能见个什么相，就能见个什么相。我曾经到这个，假使说你到大同，看看那个雕佛，古魏朝、北魏雕的那些佛像，你到很多的寺庙所雕的佛像不同。很多国度的佛像也不同，就连着所有造像的不同，还不是说佛的法身这是那个身了。
你到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，嗯，都不同，嗯，都不同，嗯，佛的乃至个造的像都入世啊，不用说佛的报身化身了，咱更不可知了，嗯，都是依照佛的愿力，愿力，咱不是讲回向吗？回向就是愿，愿，嗯，一切佛法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无缘生不起来，佛难思，他的妙相见不到的，一切法纵缘故生起，无缘不能得具的，缘生诸法，缘生诸法无自性，所以他会灭失的，缘即在行，缘散在灭，就没有了。诸法从缘生，所以说诸法是缘起的。见佛也入世，也是从缘起的，必须加很多的善业。比如说随意珠啊，有个随意的宝珠，能满众生心，心里求什么，宝珠就给你现什么。佛法已入世啊，诸佛的法也是这样的。满一些众生愿，无量国土中导师行于世，随其一案力故，善应于十方，在十方世界应现佛身。尔时离故爽菩萨成佛的身力，普方十方而说言：如来大自光普净住世间，世间极静矣，开始住佛法。设有人欲见众生数等佛，没不应其心，而是无来处。佛能应众生数字而现身，佛从什么地方来？没有应众生心，从众生心而现诸佛。这佛应众生心，以佛为境界，专念而不邪。说我们应当，我们要观境界就观佛，这就是我们的境界，专念而不息，不知息，就精进不懈了。此人得见佛，其数与心等所见跟你的心想象的是一样的，这要成就了清净的洁白的法门。这个法门是具足一些功德，这什么呢？就是智。比喻一切字专念心不舍，对一切字不舍，心里不舍离不舍弃。导师为众生入应演说法，演菩提智慧法，随处随于可化处普现最圣身。哪地方现，哪地方有众生可动，哪地方佛就现最圣身度众生。佛身即世间，佛身是正报了，世间是一报了。世间也好，佛身也好，一个正觉世间、气世间，一切皆无我，没有我见，没有我。无此成正觉，佛为众生说，因这个道理才悟得了，才成佛了。把这个道理还要给众生说明，随念随现嘛，就是心等，众生心跟佛心是等的，你一念佛就到。一切人事者无量自在力，此现念等身，其身各不同。世间入世先诸佛已身已言，了知其智性啊，明了一切法。佛法即菩提，二句不可得呀。佛法跟菩提所说的菩提法，菩提也是法。菩提即是法，都不可得，不可得，得什么呢？得无所得，无所得处而得成佛道，这叫智慧。导师无来去，以复无所住，远离住颠倒，是名等正觉。导师是佛呀，佛又没来去相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
以夫无所住，佛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到觉，觉是什么？即非住说，也非报身。远离住颠倒，是名等正觉。尔时兴许传菩萨成佛的神力，普观十方而颂言：如来无所住，普住一切刹，一切土皆住，一切土皆网，一切处显见，但有有情处，佛都去的，随处可见佛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转法轮，就是成了道了之后，必要转法轮度众生，乃至于入涅槃、般涅槃，都在度众生。诸佛不思议，谁能思议佛呀？诸佛是不可思议的，哪有个能思议佛的呀？谁能见正觉？谁能现最圣？没有正觉，正觉还可见吗？有能见所见，就不为正觉了；有能见所现，就不为住属生了。有这个含义。一切法皆如，如如是不动，就是一切法都在定中。诸佛的境啊，也是这样，也是如意。乃至无一法入中有生灭，没有哪一法有生灭，在佛眼观一切没有生灭法。那为什么有分别呢？那个有生灭是众生妄分别，妄分别什么呢？这是佛，这是世界，这是法相，这不是法相，就是希望，都是这样的。是了达法性的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世界，没有正报，也没有一道。那你得了达法性的，不了达法性的，一切法妄言。如来普现前，众生生信喜，生了大欢喜，生了信心，佛体不可得。佛根本没有，佛的体是法体，法体不是可见相的，不是可见相的，入虚空，法身入虚空。佛体见不可得，彼已无所见，还见个什么呢？要能是与世间远离一切浊，要把世间一切执着都没有了，无奈心欢喜，这个心起来是无奈大欢喜心。于法得开悟，佛神力之所显，这就说明了这是神力。谁的神力呢？你的心力的神力，一些诸佛的神力，即使说明佛，这就叫佛。三世一切时，修习无所有，要能入世之啊，心意即入法，一切皆悉见，即得成如来，这样才究竟能成佛。言语中显示一切佛自在，正觉超语言，假以语言说，佛自在神力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，能不加语言又怎么能明了呢？所以语言是假的，假设用语言作为能权，但所权的义理不是这样的，说正觉超言说。尔时法藏菩萨成佛的神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念可恒具受一切世间苦，终不远如来不独自在力，是吧？见佛闻法很难很难，如果有法可依，不要把这个相，你如果把这个相当成佛在，他就是佛，把这个相作为是相，相不是佛，就是说你的观念。说要有众生生未发菩提心呢，他连菩提心还没发，但是他一得到闻的佛的名号，决定成菩提。闻佛信佛一定见佛，见了佛一定能成佛，就一定能成菩提道。
也有智慧人一念发道心，必成无上尊，甚莫生疑惑。对这个问题啊，你千万莫怀疑，怀疑就是惑。惑呢，就是业了，惑业苦嘛，起惑就要造业了，莫生疑惑。如来自在力，无量劫难遇啊！要生一念心，速证无上道。无上道，一念心都不容易。如来的自在神力，无量劫难得遇，难得闻到。假使你闻到了，一念升起信心，决定能成佛，速成无上道。所以念念中供养无量佛，未知真实法，不名为供养。念念中念的还是无量佛，你不懂得法性，不懂得一真法界法，不名为供养。这个供养不是真实的，得的福报，那个福报就是虚假的，是人间福报。要闻入世法，诸佛从此生啊！要能这样的信真实法的话，一切诸佛就是从这个闻信而得到的。随经无量苦，不舍菩提心，以闻大智慧，诸佛所入法。这都是诸佛闻到菩提法，就入是现，入是入，得大智慧。普云法界中成三世导师啊，在一切大智慧、一切法界中，就是法身，证得一真法界，当然就成了佛的身了。能入是这个法与法界中，就能为过去未来做导师。随尽未来际，遍游诸佛刹，不求此妙法，终不成菩提。如果你不求真实法的话，你游了好多佛刹，听了很多的妙法，你也成不了菩提。要想成菩提，应当怎么着？翻过来就是，应当求此妙法。不了真实法呀，所以众生在无始来。生死九流转，不了真实法，故佛出故行事啊。因这个缘故，佛才出生出行在世间。诸佛诸法不可坏，已无能坏者。说一切法不能坏，不能灭。什么法呢？法身法，无相无作证。也没有能坏者，自在大光明，普世于世间，这就自在无奈了，这就出世了，究竟成佛。最后这一段讲的快点，你看我们这本上的，因为前头都说了，后头好像没什么说的了。那下课了。